大家好，我们是 X9 少年团。我是 X9 少年团的彭楚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X9 少年团的武嘉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X9 少年团的肖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X9 少年团的赵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X9 少年团的夏之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X9 少年团的燕许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X9 少年团的陈泽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X9 少年团的古嘉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X9 少年团的郭子凡。不好意思，给我们有趣的应援方式。哦，是今天吗？不是今天。其实，在我印象当中，我们每一个人的粉丝都会做那种花墙类似的吧？对，我觉得还蛮新的，因为第一次见那种像花墙一样，就是全是鲜花，我感觉还蛮有意义的。对对对，特别特别美。比如说比如说小月她姓彭，然后她去做一个花篮，类似的，对对对，就特别大的那种，就觉得特别有意思。对。你们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吗？就是粉丝应援的一些东西的。就是我，就是因为我特别喜欢，就是那个，就是微博的那个 doggy 的那个表情包嘛。然后呢，就是我会一般打字会说什么手动 doggy 啊，然后就粉丝就会举举应援牌，就会举手动 doggy， 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玩。其他人有没有印象很深刻的一种粉丝应援语，就还蛮有趣的。啊，我有。之前在杭州拍戏的时候，有一天就是拍完戏还是去拍戏的时候，就是刚下车就听到有一个粉丝大喊，为赵雷，为你疯，为你狂，为你哐哐撞大墙。然后我当时都吓到了，就是觉得挺好玩的。对，他们也吓到了。这个对啊，其他人有类似这种的吗？比较个性。我上一次在杭州有看到，比如说什么彭楚月嫁给我，什么彭楚月娶我之类的，我感觉还蛮特别的。好像老谷也有。每个人都有哈。对，我靠，印象比较深刻就几个字。对。那因为大家也是散出来嘛，都一路陪伴。那如果让你想一下比较感动的事情的话，具体跟粉丝之间发生了什么？你们有没有先想到了先说一下从我参加真人秀节目到现在，一直有一个粉丝让我特别深刻，就是他其实下车活动不是特别方便，他每次其实他很想来给我应援，但是每次都会通过我的粉丝来告诉我或写信给我他很想来，我每次都会看，他是一直坚持我，他说有一次他梦想就是能看我们的演唱会，通过他自己的努力，我就特别感动，每一次都是。对。我的话就可能是，粉丝会经常写信给我，然后有一个粉丝应该是像妈妈粉那样的，就是他会用像书法一样的写出来，然后还写蛮多的，然后我发现这一点还蛮感动的，就是里面说的话也不太像，就特别像妈妈，就特别会有亲和感。你们好像因为我们团队有大有小嘛，好像小朋友妈妈粉会姐姐粉会比较多，就是应该是会这样的，对，这个比重应该是很明显。大一点的女友粉，谁的女友粉？老谷的吧，老谷的吧。我觉得泽熙吧，泽熙的粉丝叫女神，女神，对对。对，我的粉丝叫女神，因为我觉得喜欢我的都是女神，所以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女友粉可能会多一点。那所以接下来还会问粉丝准备什么福利吗？因为真的满月了。你说一下吗？好，其实说到福利的话，其实我们之前有准备一桌的好菜，然后送给粉丝。然后呢，还有，其实我觉得最感动的福利其实是粉丝有录他们自己的一个表白视频，跟他们的写信的方式，然后在网上跟我们互动，然后我们也有录视频，然后跟拍照，然后作为一个回馈。其实我觉得与其说是福利的话，不如说是感谢他们，感谢他们一直以来的陪伴。是之前说一批那个就是一些专辑的计划。你来说，打好广告啊。好的，就是我们的
第一首歌已经上线了大概有一个月了，对，然后马上在今这个月的9号，对，就会有我们的第二首歌，然后这首歌的名字呢暂时就不透露了，等到你们9号就知道了。是的啊，然后就是这首歌的风格是和第一首歌是截然不同的，嗯，希望大家期待一下我们的第二首歌。就是欢快的，很动感的，对，很嗨的，反正很好听，对，很好听。那影视方面呢？之前那个超新之后，嗯，接着说，或者说，给你，来，我们队来说。好，其实我们影视在拍完《超新学院》之后呢，我们都有接一些不一样的一些拍摄吧，对，然后大家拭目以待吧，我们都会有在影视方面，它会有一定的发展。嗯。然后粉丝也很关心，说你们也是来北京生活，大家这个生活还适应吗？包括天气啊、气候啊。前两天好像北京天气还不是特别好，然后那个出去买个早餐都是看不见路的，然后其实之前我们生活的城市，就至少我跟小五生活的城市就很少会有这种天气，但是已经生活一年了，还算是蛮习惯的。大家呢？但是北京天气好的时候还是很漂亮的，就是万里晴空。嗯，来，没有，我只是刚才补你的刀而已。我说你刚才说你说蛮习惯的嘛，我说他又在说假话，并没有说假话。假话，那你觉得呢？我觉得蛮习惯的呀，蛮好的。习惯吗？习惯，大家都在说假话。那我不习惯。因为其实是因为我们几个读书的，就是回到自己的家那里去上学了嘛，然后都是偏南方一点。我就前两天在南方，然后一回来，哇天哪，就是整个又干又冷的，刚好这几天又降温特别多，在上海没有什么太多感觉，但是一回来我们就是冻得不行。所以在北京的粉丝或者朋友就还是要注意保暖，注意保暖。对，所以你们今天会穿秋裤了，就不会被冷到心冷。我是没有这个习惯，我会穿秋裤的。那最好帮我。你会穿吗？我。你都不穿，我会穿吗？还要最后帮粉丝补一个嘛，因为大家都男生，然后女生粉会很多，看大家平时在活动中看到很漂亮的女生，会多看几眼啊，或私下讨论。那当然，不好意思，就是我还是得要说实话了，对，好看的女生那得多看几眼，长寿的，有益身心健康。你是比较讨论比较多的是吗？嗯，对，就是也是爱好之一，兴趣爱好。